你半形并列符号，我冒号，圈 A， 小熊今天用了一款语音识别软件，逗号，可以识别特别的标点符号，逗号，比如对勾、百分比、摄氏度符号、人民币符号、美元符号、欧元符号等等，逗号，大家可以编辑一句话，逗号，用上这些标点符号，逗号，发到我的邮箱 iPhone 圈 AQQ 着重点 com， 哈哈，感叹号。